老铁妈就到饭点呢，简简单单，大秋收的啊，比较忙碌，就整点面条一干一下得了，来点小小卤子，还不是手擀面，盒子不贵，卤贵就搁这儿来的，尝尝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真辣！真辣呀！都干得掉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反正也不咸，爆料料的，这东北大酱的卤个老香了，哎呀，这才叫打卤面，带劲，老盖的，咔咔响。